到了当年做掉杨淑英的中国裁判周慧判十年。还记得在2010年广州亚运跆拳道赛和南韩裁判联手做掉杨淑英的中国籍裁判赵磊吗？他因为收了台币约150万汇款，巧珠两面金牌，不但被中国判处十年刑期。2010年亚运时，台湾夺金希望杨淑君在首回合大幅领先对手时，却被赵磊要求终止比赛，并以杨淑君脚上穿着电子感应袜不服规定为由，判杨淑君失格，取消参赛资格。当时杨淑君备受委屈，全台湾也气愤不已。没想到几年后，他收贿的事曝光，真是报应啊！动新闻综合报道。